要把我的孩子赢回来。你觉得你能赢回去吗？我肯定能赢回来。我问你认不认识水果？哪个是苹果？那个。行，给你拿过去一个。哪个是橘子？这个。行，再给你拿过去。哪个是苹果？这个。再给你拿过去。你别笑。哎呀，不行啊。这一个我怎么都要吃一个，这回是不可能的。这回哪个是苹果？你要吃过了，我就要吃可乐果冰了。你让我考虑一下。哪个是苹果？这个是苹果。哪个是？这个。这好像玩意套着呢，有能耐在把这摘去啊？那不行，那我不怕疼吗？给你，有我在，你是吃不了可乐火锅的。哎呀，这谁的红包啊？是我儿子的。儿子，嗯，儿子，我给我吧。你给我搁吧。给我吧。给我放着。你给我放着。不停，给我放着。放着，给你放着，给你放着，这一天可真好吃的。哎，你最近能喝不？我最近反正还行吧，挺能喝。哎，我估计你喝过你儿子。谁说的？我肯定能给他喝了。那不信就比一比。比比就比比。哎呀妈呀，不行，我这头咋这么昏呢？哎，这孩子还挺能喝。哎，不行不行，我得擦一会儿。哎，喝多了，这样能吹呀？我说你喝不过你儿子，你还不相信？就这个，谁能上我呢？喝的不行了，这是我的了。我这鞋谁给我霍霍的？霍霍这样啊？你们俩谁霍霍的？谁往前走一步？不是我霍霍的，小五霍霍的。谁霍霍的？小五。你看，我一猜就是你啊！今天我得揍他了。今天我就得收拾收拾啊！我一定要揍他。不能揍！你这个鞋多少钱？我赔给你。我这双鞋挺贵的呢，能赔几吗？你就说多少钱吧。不到100吧。啊，那我给你取呀，你等着啊。哎，来，给你。妈呀，你藏的私房钱呢？啊，这是我藏的私房钱，这回不行打我儿子了啊。没有了。没有了。那就藏地方，给我藏点。小五，别害怕啊，爸爸都给你摆平了，他不敢揍你了。点个关注呗，服务员结账。请问先生，你是现金吗？没带。没带现金呢？嗯。那你是刷卡吗？不是刷卡，刷脸行吗？刷脸就你这大黑脸，刷脸不行。啊，那你等着。那刷啥行啊？拿，刷卡。哎呀妈呀！不行，他非得让我刷卡。服务员，结账。请问先生，你是现金吗？没带。没带现金呢？嗯。那你是刷卡吗？不是刷卡，刷脸行吗？刷脸就你这大黑脸，刷脸不行。啊，那你等着。那刷啥行啊？拿，刷卡。哎呀妈呀！